工这个礼拜的练习跟昨天到今天在开会，我们都讲对方的三分不能放。去想一下，我们今天放了多少 wide open？ 跟你们讲，不要协防，不要协防，莫名其妙的塔壁在里面，你还跑进去，然后突然间蹦出来一个大的三分。他可以得几分，那是大家没有办法去控制，他飙起来就是没有办法。他其他球员怎么会漏这么大的空档？已经叫你们不要协防这么多了，就各位还是用自己的方式，那训练全部归你，你没有在思考啊，懂吗？出一场球不是世界末日，球季刚开始，我希望大家真的回到我们的季初，甚至热身赛一开始，大家那一份要拼、要去思考的一个热情，真的不是像教练讲的，打几场好球你就开始松了。大家专注度啊，真的不够，有太多篮筐下的球啊，那个就是应该两分。OK， 我们输给全联盟最矮的球队十个篮板。大家在场上要动动脑筋 ，OK？ 教练能教给你们的，只有一个打球的方式而已，执行还是要靠你。动动脑袋，我们要执行犯规的，我们去全场压迫的时候，为什么会让 Tucker 站到罚球线十八次呢？他有三次的犯规，在最后两分钟是未持球犯规啊。OK， 守他的人，你知道他在干什么，你也知道裁判别人都不看，只在看 Tucker 那个人啊，就是要给他站上罚球线十八个罚球。所以大家要针对犯规动动脑，好不好？我们真的打了几场还不错的篮球，可是今天我认为是一个全部东西的 combination， 专注度不够，卡位不扎实，执行不正确，然后要犯规没有动脑袋，一个错误一个失误就足够要你输球。我们四个 OK， 球季还很早，我们第一轮打完了四场比赛，我们不要让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全部都犯同样的错误，因为各位我们没有这个本钱啊。OK， 上去就是拼，眼睛张开，脑袋打开就拼了，这是你为什么可以坐在这边的原因啊！你们不要有任何一个想法说是我们给你这个机会啊，每个机会都是各自自己得到的，自己争取来的，你们没有比人家差任何一点点啊！不要比赛的时候自己认为比人家矮一端，然后一打起来就比人家矮一端。Stand proud， 仰头挺胸，你没有这个能力，相信你自己。OK， 不要被自己先击败，再去跟对方打，动动脑。明天还有比赛，大家加油！加油！最后，我只讲一句话：所有球员。学一下全队最老的球员，他开季从第一场打到现在，每一个球都在推，都在打，他每一个打，每一个那么多犯规，你们还有什么借口？36岁，人家在推，人家在打，你们其他人还有什么借口？他可以36岁可以执行教练要的东西，上去扛老外，推屁股，打手防守追求，你们其他人凭什么自己的想法？你们自己想清楚吧。